Hello, everybody.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. I'm Benny Batch.那么今天这期视频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？ Benny 收到过的那些奇葩私信。在视频开始之前呢，我必须要说明一点呢，就是法令纹、抬头纹、皱纹、眼袋、色斑、毛孔、长时间形成的痘疤，还有红血丝，都是不可逆的，不要再问啦。除了国家三甲级医院之外，没有任何推荐的医院，谢谢。黑头你要和他抗争一辈子，嘻嘻，他跟上你了就别想甩掉他了。还有护肤是不分男女的，请你点开我的主页看一下我其他的视频，谢谢。根本就没有认真听讲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条私信。 Benny，求推荐洗面奶、水、乳、精华、面霜、眼膜、面膜、清洁面膜等等等等，全部都给我推荐一遍吧，谢谢。首先，我不知道你的年龄，不知道你的肤质，不知道你的诉求，不知道你所能接受的价格。其次，即便是我知道了，我也不能随随便便的就给你推荐一整套，呵呵，烦请各位不要做伸手党，谢谢。第二条，你既然那么讨厌 CPB 的几何高光，可以把你的 CPB 几何高光寄给我吗？反正你也用不到，然后在下面打上了他的地址，我摔着都不会给你的。第三条，Benny，我给你点了收藏，也给你投了硬币，而且还关注了你，你可以给我发5块钱的红包吗？我给你个大巴掌行不行啊？第四条，只有一个字儿，娘。我看一下他性别啊，男。哎，干嘛呀儿子啊？干嘛儿子？算了，看过我直播的人应该都知道，我儿女遍布五湖四海，大江南北，不多收你一个，拜拜了您。 Benny， 你在视频里说的脑袋后面拽着脸拽着皮的东西是什么？可以安利一下吗？谢谢啦。作为一个 UP 主，请有点良心好吗？为什么一直在推荐三无产品呢？我说我推荐什么三无了，他回我赫莲娜呀，听这个名字都很野鸡垃圾。那你好棒棒哦。好，正常的已经结束了，接下来都是比较厉害的大哥。睡前王八多，遍地是大哥。第一条啊， Benny， 我看你之前的视频，感觉你对药理学和毒理学都有一定的研究，我妈妈天天管我，我好想让她死掉哦。你可以推荐几样可以慢性杀人而不被发现的东西吗？是什么样的经历造就出来了你这样的人？别人家的事情，你家的事情，我不做评论，但在这里我要提醒一下那位孩子的妈妈，如果你发现你家的孩子最近突然之间让你吃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，记住你得快点行动了，赶在他之前杀了他。我真替你的父母愁，生了个人妖还这么恶心。哟，你还是先瞅瞅您的父母吧，你这个嫖客妓女的孩子，丑逼，推荐那么贵的东西给谁看呢？垃圾。对，我是丑逼，比你穷好呀。你有那么多瓶神仙水了，可以分我一瓶吗？不可以。你可以送给我一个黑绷带和白绷带，让我送给我妈妈当生日礼物吗？滚。不可以。你凭什么这么瘦，天天直播吃东西也长不胖，你应该去死。怪我吗？可以和我在一起吗？我说不可以。他说为什么呀，我都喜欢你这么久了，你这个垃圾，你凭什么不喜欢我？你作为我关注的 UP 主，你连粉丝这点需求都不去满足，你根本不配我关注你，我取关了，拜拜。说吧，你给了 B 站多少钱？你这种人都能火起来，一定是你贿赂了 B 站的高层。不好意思哦， B 站给我钱。那无印良品的水乳根本就不能美白，也没有抗氧化的效果，我的色斑依旧还在，你根本就不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美妆 UP 主哦。对不起，我想给你提一个意见，我不是粉丝也不是黑子，没有任何诋毁的意思，我只是想说，我每一次打开 B 站，你经常在我首页里，可是你的封面真的突然一看叫人吓一跳，我真的接受不了。我知道你有很多粉丝欣赏你，当然他们一定不仅欣赏你的才华，也一定欣赏你的人品。你在我的首页当然是因为你优秀，所以求求你封面可不可以不要歪着头浓妆艳抹，我可是个学生狗，晚上写完作业打开 B 站已经很困了，迷瞪的看到你的封面真的吓一跳，拜托了。
怪我喽。你作为一个学生党，你应该好好学习呀，对不对？晚上的时候还看什么手机呢，对不对？要好好上学，考大学，将来有出息，这才是一个你现在该做的事情。还有呢，你要不要联系一下 B 站，看看能不能封杀我啊？可以不要天天穿着你那件粉红色的劣质毛衣直播了吗？真的非常的穷酸。你看我随随便便一件衣服都是花了300多块钱买的阿玛尼，希望你有一点品味。嗯 ？What？ 阿玛尼有300多块钱的衣服？还有就是这件毛衣的确是没有牌子的，是找裁缝织的，然后花了1000多。小拓可以给我推荐一套护肤品吗？嘉欣可以给我推荐几款比较平价的产品吗？兔爹可以给我推荐几款粉底液吗？六四有什么口红可以推荐一下？我感觉我受到了侮辱，我感觉我受到了侮辱，我感觉我受到了侮辱。最后，也是我最讨厌的一个问题。Benny， 求推荐50块钱以下的美白精华、粉底液、抗氧化产品、抗衰老产品、祛痘产品。OK OK， 没有问题，我给你们推荐啊。听着啊，石灰、水泥、84消毒液、洁厕灵、酒精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个不用花钱的方法，再投一次胎。读了刚才这些东西之后呢，感觉真是神清气爽呢，哈哈哈。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了，请大家多发一些弹幕，多评论，多收藏，多投币，多关注，炫炫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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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拜拜，拜拜。